我们请所有的人权斗士们带领大家一起来合唱这首耳熟能详的《细烧小烧》。乌鸦飞，鸵鸦飞，它在描述一个傍晚时分，孩子们在外面嬉戏之后，听到山上的钟声闹声了，然后乌鸦也都飞出来要回家了，所以孩子们跟着夕阳，跟着这个钟声，然后跟着这个乌鸦一起手牵着手回到家里面，一个美好的愿景，它的美好的景象。那我们用这个景象就来祝福我们今年的蔡瑞月舞蹈节的这个活动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唱这首日本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本童谣《乌鸦飞，鸵鸦飞》。精彩舞蹈节的表演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所有的舞者和编舞。